豆豆姐姐一起吃呢。啊，哥哥姐姐一起吃啊？给哪个哥哥？淘了嘛。啊，都给哥哥呀。哎呀，说混到布鲁贝利一拍那条轮呢，我可以给他打呢。快给吧，看爸爸。我们家附近这哈，这点道哈，在这修路这地方修什么煤气管道好像是，老是堵车。哎，今天这个风景挺好啊。这是阿姨给你买的裙子，好下来吧。这喜欢裙子。好，我们到了卖鞋的这个地方，没给我爸和我妈买过品牌的鞋子哈，今天过来想给他俩买双品牌的鞋子，不买贵的，就买个品牌的便宜的。穿着舒服的软和的那种啊。好。鞋有的看着不咋地，这一点不便宜呢，这300多块钱，就这鞋看着就很普通的鞋啊。还行。300多，哎呀，妈妈我的妈。啊。还行。这也行，好走。真会跳，你看你黑眼睛。在跳舞，听着音乐，自己发明舞蹈呢，哈，啊，脚还这样是吧？脚还翘起来呀，啊，这脚还翘起来，可乐卡哇伊啊，把脚翘起来，你就说可爱呀。我选了这两双，感觉这两个吧，你看这个底还厚实哈，抗磨，太软了不行，太硬了不行，感觉这两双吧，软硬适中好像哈，那。给俺妈买这个颜色，给俺爸买这个颜色，我感觉这个厚薄，这个大小啊，也都挺合适的，颜色也行哈、啊，正好像情侣一样，买了这么两双。那豆豆姐姐一起吃去了。啊，哥哥姐姐一起吃啊？给哪个哥哥？淘了嘛。啊，都给哥哥呀。不知道买点什么。淘了虾仁了，淘了虾。那我下牙。这是黑眼睛的。那没有咳嗽了得吃糖。没有咳嗽得吃糖啊。这里的驱蚊水哈、样数不多哈、这个咱前点时间搞活动哈、搞活动价格挺划算的。有个姐姐给我发信息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是假货，这个地方都是个花的，其实你仔细看来我们这里的也是个花的，没那么清楚，你看这个蓝色的还都出来了，这两个地方有个点儿、说是，哎呀，是假货又怎么怎么的，都一样的。而且呢，你看，这个黄色的就是贵，1000日元，现在汇率低吧，也得将近50块钱啊。这个是便宜的，这个因为是桃子味儿的，能价格贵一点。这个是加强版的，价格就更贵。哎妈，这回来都挺及时的哈。开袋。开袋呢你？妈妈。我才现在开袋，没得一大脑。你这个 bug， 你这个把我的手机，哎，你这是哎呀我，您记小吗？啊，什么得老年痴呆了吗？你是啊？这你是？我电话是哪有？我那是你电话是哪弄？是哪有？是哪有？你再打给妈是吧？一打打给妈。要都躺在。我也是头一大大起码是老人哦，就这么说的，在幼儿园啊，在幼儿园，说多点哈。上口的心脏不好，咱一直知道，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好，跟我结婚之前，这个动不动就疼，但是结完婚之后，可能这个人吧，也过得舒心了一次，不疼了，不疼也没有什么反应，也不吃药，这次查了一下。就说他心脏不好，应该就是说心脏的瓣膜吧，应该是，我也不懂这东西，心脏瓣膜不好。好多大字。有点哭，你那个哭是，我哭什么？我在这里一直那个没办法。还敢笑？哎呀，喜欢这个爸爸吗？哎呀，这以后得对爸爸好点吧，哈。哎呀！太棒了！太大了！
傍晚了，不怎么热，带着我闺女去地里边看看摘点蓝莓什么东西的。这是我以前买的这么一个水桶，还做了这么一个书包，把这个水桶放进去，弄了蓝莓呀、啊，摘的东西，在那洗个手什么东西的。拿好你的东西哈。好了。嗯。出发去摘蓝莓了啊！好久没一家三口一起去地里边摘蓝莓了啊！出发。哎呀，好久没来地里哈、啊。哎，这鸟搁这叫啊。哎呀，今年的水稻老多，老多都种了不好。嗯，好，快走去看看爸爸吧。爸爸，看看有没有蛇哈、啊。嗯，狗狗毛路挠。毛路扫过。嗯。都有蛇什么的啊？啊，看人呢。嗯，他的。山口都知道得弄点驱蚊水喷一喷，那不有蚊子什么的啊。嗯，一二三，别跑那么远，有车。嗯，这是今年的水稻长得真不好呢，破半露宿了，掉牙露口的。这掉一块儿，那掉一块儿。好，让爸爸抱过去。爸爸不用眼了。用不用？要不要爸爸？嗯。要的话，你说爸爸打 call 谁？嗯，对，要说啊。嗯。哎呀，等以后的这都是回忆呀、啊，这都是记忆呀、啊。他爸爸一直穿这么个衣服，地里边还是这么个样子，只是我闺女变大了。有没有？看看有没有。葡萄也找了，接了几个葡萄。哎呀妈呀，这地方都糊死了。你让爸爸先过去，你搁这等着。打油。啊，放筐里边，别撒了。好，妈妈给他帮你找找哈。这你看，这都是那把米豆子。嗯，有。蓝莓豆子给。好，哎哎哎，你就搁这站好了哈，爸爸去给你弄蓝莓哈。好好洗洗哈，嗯，用水冲冲。哎呀，说空那布鲁贝利一拍那条轮呢，我可以给他打呢。嗯，快给吧，看看看爸爸。嗯。红色的不说，妈呀，我们家的葡萄长这点儿，你望，可怜人的呢。看看这个傍晚，夕阳西下，断肠崖，断肠人在天涯。这我们看我们家的这个，这是个猕猴桃啊，哎，长了十几个了啊。那个地方有两个，这里有两个，看那个缝里边还有两个，在，哎，这个缝里边看没有？这缝里边还能有几个？我的妈呀！我发现一个东西，这是不是要长一个灵芝啊？这是不是灵芝的小时候哈、啊，有点像哈、啊。妈呀！希望别踩着它。哎，来个地里边。傍晚虽然天有点黑了，但是有汗。好啊，能看见的。好，你看就行了。哎呀，可以这样吹吗？哎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这么吹的吗？哎呦！啊，这样还可以这样吹呀、啊？那你多喝一壶。嗯，来，你看，哎，哎，还告诉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哈、啊，没有烟了，这大晚上的哈、啊，刚从地里边回来，又得去买烟哈、啊。哎呀，一拍卡灯呢，弄了三个牛肉饼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做个牛肉饼吃哈、啊，就是用猪肉和牛肉馅儿，里边多点洋葱，加点调味料，弄成这么一个饼，然后好吃呢。汉巴骨呢？嗯，再煎熟了就行了。牛肉和猪肉混合的。哎呀，好好拿着。像你不用给他爸爸弄，爸爸自己弄行了。
你快吃你的。谢谢。哎呦，长大了，哎，你就说，这个让我看看，脸长大了呀，啊。你看。嗯，大了吗？嗯。哎呀妈，这小脸儿吧，哎呀，小老孩儿。嗯，漂亮。宝宝。嗯。忘了。宝宝吐了毛呢。耶。那叫卡哇伊呢。